好了，第五支了，他喜歡的之前，嗯，其實呢實不相瞞，那他叫 Lily 是吧，第五支，那我有因為他的名字而翻的，但後來我 check 了，其實他不是八合，八合是 Lily， 那而他這一支是 Lilies，跟住佢個中文嘅譯名咧，其實係靈蘭啊。咁佢呢一隻嚟計咧，同百合咧係有分別嘅。百合係一朵咁樣啦，咁而靈蘭係一小朵一小朵咧，好似小喇叭咁樣去掉落嚟嘅。其實係比係啦，比佢浪漫少少嘅，比個大百合潔淨感、高雅感差唔多，但係佢呢個係加入咗少少小巧啦，同埋活潑啊嘅感覺嘅。咁而咧呢一個靈蘭嚟計咧，其實咧如果要形容個味道咧，大部分人都會覺得佢其實係一個妖味花 iris 啊，妖味花溝 jasmine 個混合體啊。佢個帶嗰個甜嗰個氣息咧，其實濃郁嘅，即係小女孩著上次 live 有講啦，著碎花裙啊，甜甜美美可愛住嗰啲咧，其實係啱呢個味道嘅。個味咧上嚟試嘅客咧，我諗都大部分都中意呢個味，基本上因為佢幾吸引女性㗎。我諗如果你係比較係成熟啦，又或者比較中性嘅話咧，唔太中意佢㗎。它真的是一個好女仔、好女仔的味道的，即是如果你想加添你自己少女甜美的氣息的話呢，這個是很合適的。所以上次呢 Nicole 問的時候呢，我就想叫她在這一支和一陣間下來介紹的另外一支去作選擇，會比較適合她，而加上她的衣著和整個 style。咁呢、這個係啦，咁而靈蘭嚟計咧，佢形容方面咧都係話大部分人咧都會愛上佢嘅典雅同埋甜美嘅感覺嘅。咁而佢咧個療效方面咧，其實好單純嘅啫，佢就係活力、清爽同埋減壓，因為佢香噴噴啊嘛，咁實有減壓嘅感覺嘅。咁但係佢就冇我哋所頭先所講嗰啲藥用醫療嗰啲咁嘅嘢㗎啦，佢就係一個清清香香嘅花香味咯。咁而咧，佢係一個浪漫嘅花語嘅名嘅，佢其實佢個花語係幸福的歸來啊，即係帶嚟有幸福嘅感覺，好幸福小女人嘅感覺咧，就可以揀呢一款啦。咁而咧相對應嘅輪位咧，其實就係Sola。即是胃部这个位置啦，其实呢 Well Blend With 呢都是檀香的，是啦，它是没有花同埋其他花，它只是檀香的。因为呢，为什么呢，它太长了，嗯，它那个甜美那个味道呢，你一闻到其实是会记得它的，是这个味，即是你会认得的。咁所以呢，我们讲五支，迟下会介绍啦，讲五支香水中间那支 Lilies 呢，其实呢都是加了檀香的，因为它建議的話咧，只是溝檀香啊嘛，所以我就冇再，因為佢會搶咗人哋啲花味，係啊，係，所以你淨係聞到佢咯。呢一支嚟計咧，佢雖然話清甜小女孩的味道啦，但係佢不失霸氣嘅，因為佢幾都幾濃噶，係啊，係啦，即係會令到你係記憶力好強嘅一樣嘢咯。好啦，第六支啦，第六支咧就係我冇諗過原來係最好賣嗰支。因為咧，如果你叫我睇嗰個花個樣咧，你會覺得佢好土啊嘛，係啊，嗰啲粉粉嗰啲啊，咁根本就係、是，咁可以介紹一下啦，佢就係 Pink Notus 啦。其實咧，佢個味道好好聞噶，係嘅，係啦，點樣講咧？佢係好配佢自己個名啊，即中文嘅話咧，出污泥而不染啊。嗯，佢係有一種脫俗的一種味道咯，即係佢唔冇普通花香嚟得咁俗咁豔啊，佢真係有少少即係高啲層面嘅，我覺得。咁而咧佢都有咧滿滿嘅幸福感啦，愉悅嘅感覺嘅，因為佢真係一個幾好聞嘅花香味嚟嘅。咁而咧喺印度嚟，其實咧呢個叫做粉紅蓮啦 ，Pink Lotus 啦。很多地方都盛產的，even 國內啦，因為
佢頭先所講啦，佢覺得佢哋個花樣咧老土啊嘛，即係佢咪好似啲佛教嗰啲背圖咧，成日都見到呢個長輩圖，佢根本就係佢嚟嘅，即係 exactly 係佢啦，我冇觀音嗰啲啊嘛。唔係咁喎，即係佢嘅味道係少女味。係，即係佢觀音圖啊嗰啲咧，未有佢嘅。咁人哋呢個就係中國派嘅啦，係咪？但係其實佢哋印度咧，其實佢哋咪好多拜拜嘢都，即係好多寺廟嘅。其實佢其中一個咧係愛嚟嗰啲叫咩奉神啊，即係嗰啲祭品啊，嚇類似嗰啲咧，都係一個代表住好神聖、好高尚嘅一個花咯。咁所以咧佢哋挑選嚟做 Atta 嘅粉紅蓮咧，呢個好啱我喎，個品質你唔好嘈住先。佢咧挑選呢一個係零舍苛刻噶。挑選呢一個花，因為佢哋對佢哋嘅要求好高噶，咁所以咧我哋所聞到帶俾大家嘅佢嘅 Atta 嚟嘅咧係好好聞嘅，即係同埋個料係好靚嘅咁樣咯。咁而冇噶，其實如果係蓮花嘅神奇嘅功效啊嘛，佢肯定睇到，係啊，就係肩頸背痛、肌肉勞損。腰椎酸痛，所有嘢符合曬，我一定要買呢支嘢。係啦，咁而呢一個嚟計咧，好配佢嗰個叫做花嗰一樣嘢嘅，就係佢相對應嘅輪位係頂輪咯，冇其他輪。佢係對頂輪。係啊，佢只係對頂輪。我仲以為對底輪添。冇啊，頂輪啊，即係好靈性層面 spiritualize 嘅。咁而佢可以 well blend with 咧大部分嘅好沉實嘅味道啦，例如檀香啦。琥珀啦、amber 啦，同埋沉香咯，呢三個我都 OK 喎。係啦，好啦，我哋介紹曬花香啦，其實，因為我哋已經將咧你大家最容易接受啦，大家會最開心嘅味道介紹咗先。係啦，最中意嗰啲花。係啦，第七支啦，就係我同佢都好中意嘅。係，其實佢翻嚟嘅時候，我第一支覺得特別嘅係呢一支嚟嘅。係，我到而家都係中意佢嘅。它就叫 Earth Soil， 其實是大地。如果印度的名字呢其實它是大地泥土啊。而印度那邊呢，當然它們有它們的畫的嘛。那這一種東西呢其實叫 Mitti 的。那它很特別的。你想想你做一樣這麼重功夫的東西，我剛才所說，你隨便找一堆泥啊、沙啊走去蒸馏幾十日，你是不是傻的？即是不是有它的意義才會這樣做呢？還要是呢它特別之處呢，我真的要說純正的 Mitti， 純正的 Earth Soil， 其實呢就是用踏入雨季的第一場雨的雨水去愛來做蒸餾的。其實是整件事是集合雨水的味道啦、風啦、環境啦、泥土啦，我覺得即是好，是啊，它真的很符合它的名字的，我真的覺得。咁而咧，唔好睇小佢啊！佢唔係一個污糟嘅嘢，佢哋揀泥咧係揀最乾淨、最潔淨嘅泥啊！佢真係好泥啊！我想講。係啊。咁咧點解佢會中意？即係佢會都比較中意啦。除咗花香以外，應該呢一個就係啦第一位啦。佢其實咧對應嘅即係健康問題咧，佢都適合嘅。哦，係啊，係啦。如果你哋喉嚨唔好啊，即係氣管啊，喉嚨唔好啦，有月經不適啦，壓力啦，焦慮啦，抑鬱啦，我諗呢一隻嚟計咧，就係太煩囂啦。香港部分急速煩囂，社會壓力，工作壓力大咧，用這個呢一個咧可以會令到你真係吸入去，即係可能分香啦，分香嚟計啦，分香麻煩啲，冇機嘅話咧，買香水啦，或者就咁攞 Atta 嚟搽咁樣聞咧，你會有一個好深層次、好 deep 嘅一個 relax 啊！你會突然間自己靜咗落嚟。係啦，同埋對於咧，如果你嗰排好多嘢諗咧，你想沉靜翻落嚟、沉澱翻落嚟嘅時候咧，用呢一個係好適合嘅。上次有個客講咧，我都好認同嘅。佢就話：如果你咧屋企歡歡欣欣咧，有老有少，一家大細嘅話咧，可能咧分啲花香果香嘅嘢咧，開心啲，會成個環境係適合啲嘅。但係如果你係一個人嘅空間，你自己嘅房間裏邊啦，甚至乎你係自己住嘅，你係好需要有時咧要靜落嚟，去可能諗下前景，諗
下你或者作出一個重要啲嘅決定，即係或者係啦，你想靜翻落嚟去思考一啲嘢嘅話咧，好適合啊呢一支。佢係會俾你靜一靜咯，佢嘅感覺就係、是。咁佢咧誒個療效啦，芳療方面咧就可以幫你去忘記世界上所有嘅壓力，世界上所有嘅壓力、煩惱、焦慮，讓你可以輕鬆舒緩，保持一個舒緩嘅狀態啦。咁所以咧，對於你嗰個叫呼吸系統啦，同埋一個精神嘅系統咧，係會好好嘅。咁而佢相對應嘅輪位有三個㗎，即係可以適合嘅輪位，底輪啦。因為佢接地氣啊嘛 ，grounded 即係接地氣啦，太陽輪啦 ，solar 啦，同埋心輪嘅，其實都唔難去理解嘅。接地氣啦，跟住咧你啊太陽輪咧都係好自我嘅，即係好關自己事嘅一樣嘢啦，係咪？咁心輪就係心情啦，頭先咪話佢可以好可以令到你好貪嘅，咁所以咧就係、是、呢幾個輪咧都係好適合用嘅。咁而 well bandwidth 咧就係、是。好閒嘅啫，檀香啦，同埋所有嘅花香。如果咧，你哋好怕，即係呢個味，成日聽我哋講到佢好似好泥啊嗰啲味。其實咧，我哋可能咧害咗佢噶。有人哋聽完我哋 live 咧嚟到咧，大部分嘅人都會話：哦，其實 OK 嘅喎。嗯，但係都係要嗰啲人係唔係咁偏向於花味嗰啲人。係啦，同埋其實佢真係唔難聞。它只是如果 in case 你當你只能夠買一支的時候，你不會揀它。是的，我就是想說，如果你買任何的花味、其實你搭了它呢，你會有個、出乎意料的味出來。你知不知道 Lilies 它這麼甜、啊、即它甜的嘛，那我不是真的那麼喜歡甜味的嘛，即我是那些喜歡一些沉沉地的嘛。我噴香水呢，用 Earth Soil 這個做打底，然後再噴 Lilies， 我覺得超好聞，即整件事 balance 得很好，即它會減淡了 Lilies 太甜的那種感覺，也都可以加重回它這邊，你不用那麼死的，即不用那麼泥的，不用那麼木的，這樣它有點像 Saitun 那個沉香的作用。Saitun 的沉香呢，也是很多客人單用它呢是用不到的、但是呢當它去溝一些花味，即是溝 Weymouth 啊 Brutus 啊那些呢，其實就很香的了，溝埋那個味很好特別啦，還有它層次感強很多咯、所以這個真的都我真的誠心推介這個，其實我和它是可以單用的，是啊，單用 OK 的，真的很好聞。好啦、接下來第八支啦、第八支這一支呢要浪費一點唇舌去講解一下啦，因為這一個呢、不苛求你們喜歡它，這個比較難，是啊，它是Agar Wood，其實真的沉香，是啊，但是很有期望，你不要想好像Saitun那隻一樣，Saitun那隻呢，其實我覺得是已經它選到最容易普及化，最大家大眾可以接受，而它這一支來計呢，超濃、超結、超脂質啊，那我可以講解呢，沉香這個木來計呢，你話佢矜貴咩？係矜貴，但係你話佢濫咩？可以係濫。點解呢？其實好多地方都有噶，馬來西亞、印度、中國好多地方咧都係好多呢只木嘅。但係要靚嘅呢只木咧係唔容易噶，因為要佢係一個老，即係養得咁上下啦，即係唔係年輕噶啦，幾多十年嘅。係啦，跟而佢咧係要有脂質流出嚟嘅，就唔係一個乾乾柴柴嘅一個木咯，咁先為之一個靚嘅沉香啦。咁而佢個味道咧，如果用文字去形容嘅話咧，就係、是、強烈啦、木質啦、辛辣啦、脂香啦，佢黏黏立立嘅味道啊，滋味好重。我唔知點解覺得佢有個酸味。嗯，我每一次聞都覺得有少少酸味。咁而佢咧係矜貴嗰個阿塔嚟嘅，佢最貴係呢一支嘅。真係佢呢一支係真係橫跨呢十支裏邊係最昂貴嘅金錢。咁而佢咧可以，如果再形容少少咧，佢就係有濃郁嘅泥土加麝香嘅香味咯。所以你會諗到佢係一個哎呀好濃好濃嘅味道啦。咁而嗰種好濃好濃咧，又唔係好純正嘅木香，又唔係好純正嘅花香。其實佢係有少少地方色彩嘅味道啦。咁而佢嘅療效方面咧，其實佢係一個好安神嘅一個阿塔，佢係可以助眠啦、
舒心養神啦，養神啦，平衡情緒啦，行氣止痛啦。如果你有痛，甚至乎痛係邊度痛都 OK， 頭痛、胃痛、腰痛、痛症嘅話咧，你係可以去分香聞佢咧，佢係會通翻你嗰啲氣血咧，令到你個痛症冇咁嚴重嘅。咁咧係啦，我要買佢暢通氣脈。我聽日喺呢度點啊？係啦，唔係。暖暖腎暖胃啊，咁同埋咧平氣喘啊，改善翻血液循環，係啦，微循環啦、啊。咁而咧，其實咧，鵝啦，即係沉香呢一樣嘢咧，喺《黃帝內經》咧，其實係有好多醫肺啦、脾胃啦、傷心啦，即係等等嘅。傷心係啦。即係難過啊，傷係啦，即係其實佢係對於心靈啦、身體層面咧，都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幫助。但係佢個味道咧，真係啊，唔係個個都能夠接受嘅。咁而佢咧，哇！佢話三秒，我就係啱啱想講啦，係啦，我聽到一定要點啊呢個。係啦，呢一個咧係好勁嘅，因為佢其實好矜貴一個 Atta 啦。你其實用好少好少，用一滴好啦。用一滴好了，咁咧就係佢可以通過你嗰、那個呼吸系統黏膜啊，即係呢啲鼻黏膜呢啲咧，係吸收咧，佢係直達呢一個神經系統嘅，三秒就得噶啦。咁而對應你嗰、那個情緒啊、調節啊，係好好嘅。即係如果你喺辦公室成日都好大壓力嘅，壓力就係成日俾老闆鬧嘅，或者各樣啦，工作好多啊，係啦，或者有好多衰同事啊。或者係啦 ，whatever 啦，咁呢一樣嘢你可以快速地令到你成個人咧可以去翻一個平穩啲嘅狀態啦。但係佢又唔係咁簡單喎，因為佢個味道咧係唔係一個好易人嘅味道。係啦，咁所以你哋咧就最好嚟試一下，因為呢一個咧佢嘅功效係好好，同埋咧如果你學習場所辦公室咧係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嘅。哦，咁可能我哋嚟緊整一支香水啦。真的用它，但是我覺得他們未必能夠接受，你們來不如給多些 feedback 我，因為這排來的呢通常都是買花香，我們買了很多的了， Atta 真的、我們買到現在樽又不夠了，不夠樽了，所以有些客人都未有貨。是啊，因為又是出乎意料地好啦，即是都挺多謝大家的支持啦，或者我們今次又是入得挺好的那些人好像挺喜歡的那，所以這個來計呢、如果你譬如說、想學習啊，對於可能溫習啊、學習啊、工作效率啊方面咧，都係好好嘅，同埋係啦，心頭先所講嘅精即係嗰啲身體層面嘅都係好嘅。咁好啦，佢對應於咧上半 part 嘅心輪打上噶啦，心輪、頂輪、眉心輪呢三個輪都係好 OK 嘅。咁而可以 blend 啲乜嘢咧？好難嘅啦，我話俾大家聽，佢真係比較難 blend 嘅。我先前有一支咧，Pink Lotus 的香水呢、其實都是因為佢嗰個味咧而有啲客人中意，係啦，我 jack 咗嘅嗰個係，咁亦都有客人中意，所以係啦、OK。其實我哋本來我哋兩個其實係，我哋有揀咗佢，我哋揀咗佢 Faux Lilies 嘅，但係後屘啲客嚟到嘅 comment 咧，普遍中意 Lilies 多啲，咁所以我哋就 Faux Pink Lotus 加Agarwood。佢咧適合配啲乜嘢咧？真係勉勉強強去講檀香啦。你有冇留意咧？所有嘅 Atta 都配到檀香嘅。檀香係百搭之王。係啦，咁而第二個咧，你會比較難揾到噶啦。睇下我哋遲下翻唔翻啦。風來興，我有啊。哦，唔係即係。嚇、有分咩？冇啊！係啦，康乃馨嘅 Atta 啦，又或者咧普遍啲嘅，你天竺葵精油都 OK 嘅，精油都有。係啦，咁我哋不如試下啦，聽日。哦，好啊。係咯，天竺葵加Atta 睇下會唔會好聞啲。好啦，第九支啦 ，Amber。咁呢一支嚟計咧，就相對於頭先 Agarwood 咧係容易啲接受嘅，因為佢個味道嚟計啦，佢哋都係類似嗰啲味啦。但是呢個 Amber 就是好聞啲嘅，好聞啲嘅。我買過一嚿 Amber 嘅，係啊，成嚿完成。哎呀，好得意噶！你知唔知捽下佢有味道㗎？係啊，真係有味道。我係買俾我爸，因為佢冇嘢做，我叫佢得閒咧就攞嚿石去摸下，捽下去聞。身體好啲，係啦，對身體好。係啦，咁 Amber 就係琥珀啦，其實都係如果 compare， 即其實我哋標得平啦，其實佢都係一個比較貴嘅一個Atta嘅。咁佢個味道形容一下啦，佢會有人形容佢似乳香
但係又加啲華樹嘅味道咁樣咯。咁你哋呢個作一啲幻想啦，你哋中段帶點酸味啱喎。係啦，咁而佢嘅底韻咧就淡淡嘅檀香嘅味道咁樣嘅。係啦，咁而呢一個 amber 嚟計咧，定魂魄啊！即係咧，成日失失方啦個人，即係成日咧又唔記得呢樣，唔記得嗰樣，又攞呢樣又漏咗嗰樣嘢，嗰啲人咧就好啱用 amber 嘅。跟住咧，血液循環方面啦，肌肉啊，肌肉關節痛啊，容易肌肉緊張啊，成啊都係 OK 嘅。咁而當amber 呢一樣嘢咧都有關磁場事嘅，就係佢有辟邪方面嘅功效嘅，咁養身健身同埋保護翻你成個氣場啊，即係你個人可能譬如話咧覺得自己好似氣場啲弱啊，即係俗語有云，即係好似好黑仔咁樣啊，即係唔係幾順咁樣咧，其實 amber 咧係好適合嘅。咁而佢亦都係一個代表住咧嗰個叫做吉祥富貴嘅象徵啦，即係其實都係有一啲福氣啊、運氣啊咁樣咯。咁咧佢芬香咧會好似阿舊活咁樣啦，你即係落喺一個 area 嗰度芬香咧，會令到你個注意力比較集中啲，即係會令到冇咁容易心散啊。係啦，咁呢個續芬香都好嘅，同埋入眠啊嘛。係啊，咁就係幫助你改善睡眠嘅改善睡眠嘅質素啦。亦都係可以放鬆緊繃嘅心情咯，身心咯。咁而身體方面咧，頭痛啦、哮喘啦、風濕病咧，都係好好嘅。咁而咧，其實古代中國咧，都係好中意用 amber 呢一樣嘢咧去醫病㗎，即係有好多嗰啲魂魄啊，係定魂魄，唔知點樣定係啦。咁同埋咧，燒嗰啲淤血啊，或者係生血生肌啊，因為以前啲人咧，可能好多時咧食嘢咧都營養不良啊，剩咧，所以好難生血啊。生血咧，你先會可能紅紅潤潤啊。如果唔係，你咪面青好純白咁樣嘅，係同埋安胎啊等等嘅功效啦。咁所以咧，其實佢係堪稱李時珍係講咧，佢係中醫界嘅五寶之一嚟噶。咁所以佢係好嘢嚟嘅。咁而佢相對應嘅咧係下半 part 嘅。底輪啦、磁輪啦、太陽輪啦，即係呢三 part 嘅。咁而大部分嘅花香佢都攰到㗎啦，因為佢其實都係偏特別嘅一個味道咯。咁你要自己撞一個自己喜歡嘅花香同佢撞咯，就會好啲咯。佢啊、阿膠活啊呢啲嘅話咧，你都唔好妄想咧自己可以單獨去使用去愛嚟做香水啦。應該香港女仔冇乜人可以接受得到，但係 amber 會稍微好少少咯。amber 好啲。係啦。好啦，最後第十支啦，好搞笑呢鋪。係啊，第十支咧係岩蘭草啊，我係幾中意佢嘅。即係如果叫我排名嘅話咧 ，Earth Soil 係第一，定係佢係第一啊？我覺得你中意佢多啲。點解嘅？我感覺你中意岩蘭多啲咯。咁佢未係嘅，因為如果計埋特別度啦 ，Earth Soil 第一啦，佢係第二咯。啲花香排得後啲嘅，因為花香我會覺得。佢得個香啫嘛，即係因為花香市面好多，咁所以我哋中意嘅嘢就會偏唔係花香。係啦，咁岩蘭要形容嘅話咧，第一啦，佢個顏色好特別啦，佢係一個綠色，佢唔係淡淡地嘅綠色，佢係好濃稠、好澀嘅一個草綠色。佢個綠色好靚啊！佢係真實嘅綠色。佢係真實嘅綠色，但係唔知點解有啲熒光嘅感覺。係啦，咁佢呢個嚟計真係好得意。我哋譬如有兩支香水咧，又落到佢噶嘛，所以嗰支香水咧會帶有淡淡嘅。係啊，好靚噶！我想講係啦，冇色素噶，佢就係天然嘅岩蘭草嘅顏色咯。咁好咯喎，咁佢如果要形容文字上形容佢個香味咧，佢帶有泥土嘅氣息啦，草嘅香味啦，佢有少少煙嘅味道，即係我諗係一啲沉穩嘅味道啦，同埋有温暖嘅，佢話有温暖嘅辣椒感，呢一個我有啲難去 imagine 嘅，即係係啦。咁而咧岩蘭咧，佢個盛產係印度啦。咁其實佢個別名咧係鎮定之油啊，好草味啊，我覺得係啦。佢咧就係、是、你個人如果係精神容易去緊張啦，咁而心情亦都
容易起伏的話咧，用佢係好嘅助眠嘅。咁同埋咧，如果你將會面對，好似上次我哋 live 有講啦，所以 Nicole 話即刻話跟啦，我話叫佢嚟聞咗先啦，因為佢唔似 Nicole 中意嘅味道啦，但係佢亦都係啦，溝咗花香咧。好好多、如果頭先咧喺度形容嗰啲咁樣嘅唔係花香味嘅味道嚟計咧，岩蘭咧係最容易接受嘅，溝任何花香。同埋咧，市面嘅香水咧，好多時都會用岩蘭做個 base。係啊，知唔知點解咧？因為岩蘭咧，佢係有一個可以令到你嗰種花香或者果香更加香的功效，即係其實係啦，即使佢好似係廣藿香啲 friend 啊，即係你獨立用佢，你會覺得哇好濃喎、啊。廣藿香咧就帶有濃郁嘅，好似中藥中藥咁嘅味道啦、所以咧好多人好憎佢㗎，就咁聞咧，你會覺得哇咁鬼臭嘅咁樣啦。第一次俾我聞咧，但係咧我又好中意嘅，但係好怪喎，佢跟住咧唔知再下一次點咧，佢就廣藿香加咗唔知乜嘢，係啦花味、啊，你佢就無端就咁香嘅咁樣，超香喎、啊，跟住。佢咧同埋岩蘭草一樣咧，都有擴大嗰啲香味，令到嗰種香味唔知係擴大啊，令到佢更加好聞啊，因為更加持久，更加沉穩啦、啊、個味道。咁而岩蘭草都有呢個功效，而岩蘭草比廣藿香更加優勝啲啲嘅咧，就係佢冇帶中藥味，佢係草啫，係啦。咁而當你啲花香咧比較單調、比較甜味、比較冇層次嘅時候，你加佢嘅時候咧，你會增添咗個層次感啦，同埋個特別度啊，同埋成個味道，你會覺得哇再好聞啲咯。咁而佢咧頭先所講啦，佢叫做真正之油啊嘛，係點解咧？其實當你又係面對一樣好大嘅壓力。上次所講就係 Nicole 話，係咪即係見工嗰啲啊？類似啦，即係如果你係一個 interview 有恐懼症嘅朋友啦，即係你可以試下用佢啦，或者演講啊，又或者係開大會啊嗰啲嘅話咧，你係可以去用咗佢，或者搽個呢一樣嘢上身咧，係會令到你自己比較真正、淡定、有台型，同埋增強你整體氣場嘅。咁咧呢一個嚟計咧。當然啦，緊張的情緒可以 calm down 啦，調理翻情緒失調啦，壓力造成的失眠咧都係好有幫助的。咁我仲想講多一個 point 咧，就係當我上次 live 講香水嘅時候有講噶啦，其實咧岩蘭草呢一個 attar 咧係可以開運同埋招財噶。開個巡。係啦。所以我哋個香水。係啦，咁所以咧。佢增強你個人個能量啊、氣場啊、開運招財啊，所以係一個幾好嘅一個 attar 嚟嘅，所以好好推介大家咧，當你選擇一個花香嘅時候，都可以搭一個岩蘭草去配佢咯。哦，咁如果十方配佢咪啱曬咯？點解啊？十方係財富啊嘛。哦，哎你。咁佢係開運啊嘛。哎，聽日分下試啊，唔係啊，聽日分咗 Amber 試下先。Amber 配咩啊？唔記得咗添，頭先講。唔係啊，頭先話阿舊活啊。阿舊活啊。係啊。阿舊活唔記得咗配乜嘢添，衰啦。記得咗啦。哦，我知啊，天竺葵啊。啊係，阿舊天竺葵聽日。係啦，咁講翻呢個岩蘭草先，搞到我唔記得咗。係啦，咁亦都係啦，增強翻你嗰個氣場啊、活力啊、集中注意度啊、改善壓力啊、焦慮啊、沮喪等等嘅問題嘅。當然啦，呢啲嚟計亦都係啦。頭先我哋擺到呢啲係喺後四支嚟計咧，係因為知道普遍香港嘅女性啦，都未必會可以獨立去接受呢四支嘅。最唔能夠接受係阿舊活。其餘的那三支咧都 OK 啦，因為都有人買了嘅，即係喺 Argo 會冇人買嘅。咁你譬如 Earth Soil 嘅話咧，有人欣賞同我哋差唔多類別嘅咧，亦都會好欣賞佢，所以佢賣得幾好噶。我就嚟冇貨噶啦 ，Earth Soil 係啦。咁而Amber 同埋岩蘭草岩啦，咁如果 Amber 同岩蘭草去比咧，岩蘭草唔係 Amber 都有人中意啊。哦，咁佢哋可能一樣咯，係其實個 R 舊會棘喺嗰度咯。你哋如果係咧就嚟聞咯。咁我哋今次咧一次過咧介紹十支啦。其實因為都賣得好好啊，我已經決定會翻第二批貨噶啦。但係咁要時間噶嘛，印度send 過嚟，咁所以睇下啦。如果你哋對於我介紹嘅呢十款咧都有興趣嘅，就歡迎上嚟試啦。其實所餘無幾噶啦，咁我哋亦都會補嘅。但是要等咯，
應該四月份啦。係啦，垃圾補貨應該要四月份。係啦，咁而今次介紹係咁多啦，希望大家係支持印度嘅 Atta 啦，因為真係一個好古傳落嚟嘅手工嘅一樣嘢咯，好矜貴㗎。咁而其實市面上都唔多有咯，而我哋嚟計咧。亦都係，我哋買得好抵啊！係啊，其實如果你 search 市面有一啲假嗰啲另計嚇，你呃人嗰啲，即係嗰啲香精嗰啲，就唔好同我哋比較啦，係啊。咁樣係真實係印度 Atta 嚟計咧，普遍都幾貴嘅，三秒五秒都好幾百蚊嘅，有啲 high 住1000咁樣咯。我哋而家 average 嚟計都係兩百零三百蚊，係啦。咁仲有香水瓶送包裝精美，咁同埋有齊五秒嘅話係算好抵。如果市面上買呢個價錢三秒都唔得啊，應該，係啦，咁你哋可以去睇下啦。咁如果中意嘅話咧，亦都留意一下我哋 Facebook 啦，可能有機會下個月啊咁樣咧，就會有其他嘅新味陸陸續續咁樣咯。係啦，咁我哋有個優惠啊，係喎，而家就買滿 Atta 800蚊，咁就可以減80蚊。咁就即係每支，即係八百蚊到咧，即係四支啦。當你買四支 Atta 啦，四支 Atta 咧，其實就係每支減20蚊。係啦，即係再抵啲咯。係啦，咁咧都有啲客問我嘅，咁如果我買六支咧，咁係咪可以再減咧？其實我私底下有減嘅。咁你喺呢度講嘅？係啦，即係話我你哋想買多過四支嘅話咧，其實係可以咁樣計嘅，因為其實都係平均每支減20蚊咯。哦，即係個計法除翻開啫嘛。係，其實真係鼓勵大家去支持呢、這、一個即係最天然、最古老嘅香氣咯。你可以保留翻嗰種植物最 original 嘅味道咯，即係冇任何合成嘅嘢。咁所以我哋先會接住落嚟，下次咯，可能就會介紹埋嗰幾款 live， 你哋知道㗎啦。嗰幾款我哋自製嘅用 Atta 製成嘅香水咯。仲有咯，呢條鏈咯，可以用。換購價69蚊去換購咯，如果你買over 800蚊 Atta 嘅話，咁你就可以咧將佢好少啊，唔該大家唔好滴落去啊 ，high 啲邊剩翻嘅 pink lotus 嚟嘅可以係，咁樣 high 下 high 下咧就好濃郁噶啦，哇好香啊，係啊。咁你哋可以譬如話轉下味咯，因為佢個擴香石都幾好嘅。Ivy 話咧，大概一日到啦，第二日咧你可以轉味噶啦。係啊，佢唔會停留得太耐。係啦，但係一日都還可以嘅，尤其是 Atta。咁希望大家中意呢個片啦，咁下次再見啦，拜拜。